係個天有問題。係咯，呢個係我嘅電視，唔係爛鬼電視。係係係，佢唔係爛鬼，佢係好鬼爛嘅電視機。收留就梗係多樹噶啦，唔通一棵樹都冇，又叫收留咩？究竟係真定係假？我真係好懷疑。呢、这個世界真係有寶藏嘅咩？搞到人哋跌咗落堆浮沙度，好彩得我眼明手快捉住嗰條攣藤。阿老闆條攣藤係我捉住先。好彩係我眼明手快叫佢捉住條攣藤啊！其實你哋兩個係唔需要理佢噶，因為就係有少少老人痴呆。老人痴呆？我作為一個醫生啊，要提醒大家，老人痴呆唔等於聾。我都好想有第三隻眼，喺天台更高嘅地方望實我，話俾我知，我究竟喺度做緊乜嘢？哇！啫，咁無聊，我就收入去啊！電國跟住雷國戰士一足即發，天幕醫生能抱著救人第一、殺人第二的精神，再次加入國家的軍醫隊。为国出名，呢个咩字啊？咁我就更加唔会入伍。点解啊？都唔使问，一个杀死咗100个小朋友嘅死肥仔小朋友，死得仲有一个死肥仔变成一个死肥佬，你话我做医生系做乜嘢？出发！出发！出发！